我都用 Uber 欸，因为我之前住在淡水的时候啊，然后我用熊猫遇过很可怕的那种外送员，然后还有遇过那种很夸张的，就是你点单，然后那一单被弃了5次，然后2个小时饭都还没送来的那种，反正就很浮夸。后来我就是都用 Uber， 就是该怎么说啊 ？Uber 它要有外送员，它才会让你用订单。可是熊猫它是你不管有没有外送员，它都会给你下单，然后外送员还可以随意自己弃单，反正就很奇怪。我就不太懂熊猫为什么可以让外送员弃单这件事情。